可以继续帮韩总，可是我对政治没有，目前没有任何，就我觉得糟透了。我们其实都觉得说，就是其实是韩总他本人的个人特质，就是算是产品，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很好发挥。我觉得是他本人比较有魅力这一点，对，就是用我们这一套方式对另外一个候选人不一定会效果会这么好，可是因为洗头发之前好像他就有人有跟他说过了啦，所以而且我们是也是很早就帮他打预防针，然后还跟他说你要留头发，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规划，只是要等他留头发，所以才等到最近才做这个。其实我们不用包装他，他自己包装他自己，他也没有包装，他就是很真。然后像我们可能办活动或直播啊，一开始我们会准备，比如说等下会问什么问题呀，就是列给他什么之类的。但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看那些东西，他看了之后，他反而会不说表现嘛，就是他反而会没那么自然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会跟他大概说，比如说今天就是说北漂一体，或今天就是说什么，就这样给他。他后面的东西他可以自己 handle 得很好。我觉得我们目前就是，其实我们小编团这些其实都很年轻，所以我们没有想说，就我们其实都是政治的菜鸟，所以我们没有说我们一定要，就是如果他当选，我们一定要进市府，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想法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只关心，然后只在意的，就是先把这一场选战就是先打好。那以后的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再想。可以继续帮韩总，可是我对政治没有，目前没有任何，就我觉得糟透了。